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第二种，我觉得最近也很喜欢，就是搭配帽子的发型。然后就是一样，因为刚才我卷过，所以我现在头发变超卷的。然后一样是绑马尾。高到最底端，然后呢，把那个马尾往前放，这样很适合。就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刘海啊，或者是他刘海很薄的时候，然后用这个带子。绑。翘翘的地方。用刚才这个很细的电发卷，细细的哦，卷到我的发带。就觉得还好，就像这样子。好咯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帽子。韩国有些那个偶像团体，他们是有加发带的方式，就是像这样。有没有觉得头发变超多的感觉？就跟这个跟刚才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这就很像我真的是短头发，前面刘海超多的。基本上我那个就是手不是很巧的人，所以我相信就是你们大家弄一定会比我更厉害的。就是有露出来的头发，大家用这个卷。搭配洋装很可爱哦，好，应该都超简单的吧。希望今天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喽，谢谢喽，拜拜。